茄汁小黄鱼的做法步骤。一、把小黄鱼去掉内脏和鱼鳞，清洗干净，在鱼身两面各画上三刀，晾干水分。二、把青豆用开水焯熟备用。三、凉锅下油。四、等到油温150左右，就把小黄鱼放进去油炸一下，炸的时候用中火轻轻地滑动小黄鱼，等鱼变成金黄色了就捞出，然后控干油盛出备用。五、锅里留少许的底油，放入蒜末爆香。六、然后倒入适量的番茄沙司。七、加一点点的白醋和白糖，迅速的滑炒，接着放入焯熟的青豆滑炒一下。八、最后把调好的茄汁淋在炸好的小黄鱼身上即可。